哎，我下楼。五。2004年的 Garen 金城武那个总会没卖过，一定卖过啊！很多人一定以为今天没有直播开，对不对？我也认为今天可能没有直播，但是呢，很不幸的，从南投回来到台北，竟然还来得及开直播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今天去那个南投的南开大学做演讲，到了之后短暂休息，然后演讲完啊，参观一下他们的这个。我习惯自己开车啦，我有一个那个朋友齁、下去帮我拍影片，拍这个演讲的影片。啊，可是我还是习惯自己开车，我今天在车上还跟我朋友聊，我说我没有当董事长的命，因为我坐别人开的车会晕车。睡啦，月薪40000上班族，爸爸是集团董事长，直接处理凯宴下去了啦。演讲完直接回来以后也是薪水就一下吃个晚餐齁、然后刚刚偷偷坐在这个沙发上睡了一下，现在就直接看看时间差不多就开一下直播跟大家聊一下。然后这个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蛮可爱的，然后他还送我一个这个蛋糕啊，都是有名的，我来看一下从南投带回来的，我就开动了好不好。南开大学的同学啊，他们也有看小爱呢，还问我说怎么没带小爱去，我说被老师看到这样好吗？今天没有极限啦，没有要减糖的啦，放弃人生的啦，干，妈再这样下去我不知道能活多久，直接就这样处理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男人哦，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啊，只剩下摸两把的功能而已，真的。你看西门町老贝贝 ，Escape 2.3 有啊，我两台、有2011年也有2013年的啦，都有啦，都有。在吃什么？吃这个、同学给我的蛋糕，一样哦。新同学、老同学啊，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要问，好不好？不然这集泰山没办法解，因为没有讲东西，在吃蛋糕啊，泰山。我聊一下，我今天居然知道那个南开的机械工程系哦，有车辆工程，还蛮屌的我有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厂，有 GoGoLo 新车哦，买了十几台吧，我看。我问他说啊 ，GoGoLo 要干嘛？他说他们现在上课有教这个 GoGoLo 的。维修，我就觉得还不错齁，以后感觉好像学了以后就有出路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就是实习有在学 GoGoLo 啦，不错那个有的同学啊，我问他已经有那个汽车修护的乙级证照了，以前考个丙级没什么啊，丙级都在自己学校考的，对不对？老师还会放水，乙级以上，我觉得就真的要有一点点的实力了，忽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。然后他说他们现在也在学那个油电车、电动车的那个维护，真的、台湾有希望，我觉得。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有一关一关的哦，他说他们老师有时候会偷偷，比如说在那个油管里面啊，像宇亨现在说的油路不顺有没有？他说他们老师会偷偷在那个油管里面塞小钢珠，好、那车不顺对不对？然后就叫学生去检查，说哪里出问题，这样考试啊，不错呢，塞小钢珠有没有？没漏气的。然后他们的车很多，我有拍影片之后会剪了上去给大家看。实习工厂还有一台大改的萨巴，然后他说是他们就是历届的这个学生有没有？一届改一点，一届改一点，哇、改到现在哇，大包多帅，六出尾管啊，没漏气的，后面六根，左边三根，右边三根。然后我本来想说可以帮忙，就是捐赠一些车子给他们做练习啊，或者什么。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太小咖了，我真的觉得后来我看参观完他们实习工厂以后，我马上就说那我应该不用捐了。你知道很多的新车公司都会捐新车给他们。我在那边看到很多 Toyota， 包含 Camry 啊、Yaris 啊的新车哦，还有那个双 B 也有523啊什么都捐，有些是新车，有些是旧车。然后很多新车以外，还看到他们有自己做的卡丁车啊，他们学生自己做的 Go Kart。觉得突然顿时觉得这个台湾还是蛮有前途的、这次是他们系学会邀请我去的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蛮有趣的，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，对啊，在玩一些什么，睡觉的其中一个睡哦，还有人捐什么你知道吗？拖车头，有一台全新的拖车头，我忘记看牌子了，靠腰，拖车头多贵啊，捐拖车头新车我还以中古的嘞。所以我还是去找一些高级职业学校好了，这种大学超有钱。那、今天是要拉低赛拉到底就对了啦，没有讲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很多人会说这个
最近小斯拍的这个影片啊，怎么好像都在模仿别人？可是其实我觉得有人在说 diss 别人啊，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在酸别人或者是模仿别人，因为我不是没有那么没有度量的人，只是其实我觉得我比较认真思考的人可能会感觉得出来，其实我在酸的并不是拍这类影片的人，我在酸的其实是观众。因为我是忽然齁，某一天就那一天啊，礼拜一吧，忽然就是觉得有一个体认，就是说为什么难怪现在大家觉得越来越不爱看电视节目，因为电视节目齁，你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去拍摄，然后很辛苦的去剪辑，花了很多的预算，可是其实出来啊，有时候真的不如一些比如说谈话性节目来的有利润，或者是例如不如一些简单低成本，或者是去买卡通齁，外国的戏剧，对不对？回来播一播，来的收视稳定，所以会造成说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哦，跟观众那反映出来的市场。我们以前常说台湾人就做生意就很奇怪嘛，第一摊卖鸡排生意很好，结果你就发现整条街就开始在卖鸡排。那事实上我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啊，是因为啊卖鸡排就稳稳的，我为什么要去挑战蚵仔面线？我为什么要去挑战臭豆腐？因为有市场嘛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供给。所以我会觉得说啊，有一点那种。这个其实不是酸啊，这个其实是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对啊，所以造成大家现在电视也越做越不认真，然后你在那边干掉说电视很不认真的时候，偏偏你爱看的又是那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啊，或者是比较你感兴趣的那种节目，对啊。XC60D5 2011妥善率会不会修得痛快？有什么通病？其实像这种柴油车变速箱吧，你不要买里程太高的 XC60，然后有一些按键啊，还有它的皮的材质啊，要注意它褪色的问题。修的痛快，你还要另外看里程数，来看它的一些这个滤罐、碳罐啊，管路、油路有没有做过保养清洗。30 Outlander 的评价如何？ Outlander 评价其实没有什么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大厂牌的车，就刚像刚刚那个小亮讲的 Escape 一样，其实我认为 Escape、Outlander、S-Trail 这些东西的水准、品质、配备其实都差不了太多，因为他们是大厂牌。大厂牌的好处就是它，因为它出了很久，出了好几代，所以它相对是很稳定的。那你买它，它可能不会给你最好的配备、最高的质感，但是它绝对给你最稳定的品质。也就是说，以长久看来的话，它会是一个你如果是想要利用它的空间稳定的代步，基本上它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困扰跟麻烦。油电车两三年后开始花大条，没有啊，是谁说的？油电车最大的问题就只有那颗大的电池啊。一合金火星塞、白金火星塞差在哪里？差在材质啊，点火效率啊。可是你还是要看那个冷值跟你的车子有没有符合啊。好、哦，你不管是用一合金用白金的，你只要冷值不符合，够卡鬼嘛不好啊。好、哦，要去上网查一下你车子的火星塞用的冷值是多少。Camry 的大电池可以撑多久？这个我有研究过，问过一些计程车司机哦，他们的反应都在换这个大电池都在12万至18万之间。直播快做不下去了，建议师哥会拿车车出来寒假拍卖，会轰动，车车最多，不可能，哎，不也不要说不可能啦，人家直升机都在卖了啦，啊，虽然不知道是卖真的卖假，可是我以前有想过，也很多人跟我建议直播上卖，可是我还是认为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车是二手的车子。它会有使用痕迹。其实小师，我讲坦白话哦，有很多客人非常愿意相信小师，他只看到小师大概介绍了在 FB 上面 po 了一些照片，简单的介绍，然后他就想要汇定金给我。但是我还是会跟消费者讲说，你先不要汇给我，希望你还是能够实地来看的车，觉得试坐开过，有没有什么使用痕迹是你没办法接受等等哦。你再来买，大家会比较没有纠纷。当然你要汇钱给我，每个人都要汇钱给我，很棒啊，对不对？这个3万那个5万的，问题是你汇来给我，你看了不喜欢，我还得还给你，啊，不是大家对不对？吃饱嫌感难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很建议说实际来看车子啊。所以直播二手的东西，你如果新的东西我 OK， 对啊，卖新的东西我没有问题。Suzuki 现在卖的新车二手价非常好，我意 Suzuki 哈。Swift 现在以保值率来讲，目前已经超越 Fit 跟 Yaris， 第二名是 Fit， 现在第三名才是 Yaris， 以前第一名都是 Yaris 或是 Fit 两个在换，然后 Swift 现在冲上了，以 Swift 来讲还不错，可是那个 Grand Vitara 的话折价就又稍微多一点，
这种休旅车小休旅目前最保值的应该是 CRV 1.5T 的。然后 3.0 Outland 的毛病多吗？它比较旧啦，一定会有一些，我记得它会有一些海洋感知器、空气流量器那种感应器的问题。可是它的零件也比后面的 2.4 的 Outlander 来的贵。好， 3.0 的 Outlander 是这样。先前巡车单流讯，今天收到小车员没有在销售我的目标车款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只要你有写巡车单，我巡车单我应该还要写上一些字。有一些人以为巡车单填了，然后就坐在那边等，然后就会有他要的车，其实不是这样哦。其实巡车单是说你写了，然后我们会归档，然后在我们采购或小事出去在收车库车过程中，如果有看到同款车进来，我们会通知你。但是不是你写了巡车单，我特别去帮你找这台车。我坦白跟大家讲，你写巡车单，你真的想买，我要特别去找回来是很简单的事，或是我上这个各大拍卖场行价还是合运，然后看到你要的车，把它标回来，然后赚差价，检查完赚差价卖给你，很简单。可是我觉得特地去买的车子比较贵，所以我不喜欢特地帮朋友或是消费者去找车，去找人家拜托人家说，哎，啊你有没有什么车啊，可不可以跟你调一下，还是跟你怎么样一下，人家知道你有客人呢，人家当然就想赚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其实 BMW 不管什么车系都不太有什么太大的通病，那某一些车系有遇过变速箱的问题，像12年左右的那一款5系列我就有遇过变速箱的问题，大部分的 BMW 问题都会发生在油路漏油啦。车牌要有什么数字比较好？哦，那个真的看你爽的，嘿，空气在咱见，鼻腔被哦老毁嘛，你的代志，自己爽就好。我有遇过用女朋友生日然后分手的啦、啊，也有遇过用自己的生日的啦、啊，也有遇过用妈妈的生日，也有用电话号码的啦、啊，都有，哎，自己爽就好了。十万以内的车比较少，中环比较少。14年 Focus 引擎有什么通病？引擎不是它的问题，它引擎绝对不会有问题。磁规链条其实我也觉得还好啊，我觉得漏油问题比较大。一代小鸭我跟你讲是最棒的小鸭，相信我，没有什么毛病。XT 我不知道欸，XT 我还没有认真的了解过。CRV5 太新了啦，还遇不到通病啦。变速箱其实我坦白说，它在2014年问题更新之后，然后延长它的 TCM 模组的保护之后，我很少遇到问题，只是这个眉角很少人知道。通常我卖很多这个那个年代双离合器的 Focus 跟 Fiesta 哦，好啦，有很多同行如果来上来看，我也讲给你们听了啦。我们通常我们的习惯是会回原厂交车前哦，会帮消费者回原厂去查询他有没有去更新这个模组。好、哦，如果没有更新，无论要不要付费，我们一律都会先把这个模组更新了才交车出去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卖出去这些车，目前我还没有修过变速箱。18年，伟杰那个你可以直接私讯粉丝页啦，哎呀，应该是40几万啦、啊。2013 RTX 行情约多少？30几万啊，小明，那个一定是30几万的、啊。889的可能要50好几哦。凯宴958加力箱挫赛算通病吗？哎、欸，这问题太深了啦！凯宴这种车子，我都还没开过哎、欸，你问我这会不会太深？这我不熟啦，正如等我开始玩保时捷，我再跟你讲。控比二手车市场多吗？应该不难找。七档变速箱目前10万公里还没有遇到哎、欸，康哥换挡拨片就这样啊，不是朝上哦，是这样哦。文艺换挡拨片基本上跟你玩那个 PS4 的 GT4 GT5 都一样。有没有？你按按钮换挡而已，不困难。因为齁、哦、现在的换挡拨片电脑都会介入，所以你依照你自己想要换的有的转速跟你想要有的速度，你自己去试着玩玩看啊，不会坏掉。太低它会自动帮你降档，你太晚换它会自动帮你升档，你转速超过它的限制它自动就会帮你跳下一档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玩坏掉。换挡拨片在那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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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啊，对啊，车子用皮椅会比较好。哎，文艺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有人喜欢皮椅，有人喜欢绒布椅。我个人是喜欢绒布椅，第一个是看起来比较年轻，第二个是我坐起来觉得比较舒服。一样老话一句，空气在浪点。那个绒布还有一个像林大哥讲的哦，除了鼻子会过敏以外，就是绒布椅比较难清洁，因为它虽然他们现在都有做一些泼水的材质，可是你如果不小心打翻饮料什么，水还是会附着。啊，久了还是会臭。老车漏油没有很严重，有需要大修整理。其实我觉得看你车想开多久，我觉得老车小漏要看漏的位置啊。对，如果会滴到排气管就不太好。
那如果在很久很久才会发现它滴滴下来的状况，我觉得如果你有打算近期内换车，就不需要整理。因为其实哦，我常在讲换一些什么上盖啊、油底壳、油封、垫片、all in 啊，其实它的材料钱真的很便宜，有的几十块而已，那个橡胶有几十块而已。但是哦，那个工钱贵的要死，整个都要这个分解啦，然后抠掉原本的胶啦，然后弄到鬼耶啦，甚至有的换有的油还要漏掉。我觉得花的时间跟工资为了换一个小橡皮筋，所以齁、哦、其实那个是工钱在贵。但是你如果打算这个车要开很久，整理整理比较安心啦、啊。我觉得齁、哦、我跟大家分享很多老车，我常常在讲你水路跟油路只要顾好，不缺水不缺油，你要把它开坏真的不简单。油底壳湿湿的需要换垫片吗？你要去分辨是油气，如果是油气的话，就是它附着看起来湿湿的，但是有没有聚集起来滴下来。好、哦，你如果是油气，我觉得还不需要。但是如果它已经会很快速的短时间内会聚集成一个水滴滴下来，那我觉得那个可能你就要考虑要处渗油、变速箱差速器。油气没有差，我觉得油气是没有差的。对啊，所以要看你那个漏油的大小。以前的车有垫片，现在车直接打胶，其实差不多意思啊。打胶也是软的啊，也是会时间随着时间久。哎呀，刚刚都有去看那个马上的影片吗？很多人齁、哦、在那个影片开始的时候就会去留言打七折、打八折、打几折。那事实上齁、哦、其实现在的车新车落地的折价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。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太透明太发达。所谓太透明，以前会怕嘛，会骗人啊。那现在比较不怕被骗了、啊、尤其这么新的车，对不对？原厂该那个查记录的查一查，或者是来因什么该认证的认一认。或者是找小师买，你根本就很放心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不会把价差拉到这么大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就敢买，因为落地折个十几万哦，那大家都不必有收过啊。可是我好像没卖过，他真的做的蛮可爱，这我承认。09年 Focus 有什么通病？ 1.8 气油那个啊，火车头啊，跟那个排档轴套，火车头是那个叫什么进气歧管哦，还有汽油泵堵，专业熊猫车丢啊。他做的蛮可爱的、啊，今天那个温神还跟我讲，那郭采洁广告的嘛，那新车很便宜耶，新车要卖三十几万而已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看一台二手车，在这边讲一次，重申一次。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不卖韩国车？我跟大家讲，你再讲一遍哦，没听过再听一遍。你现在你看得到15年的卡罗拉、阿提斯、March 在路上跑，你看不到15年的伊兰特在路上跑。15年年纪啊，哦，以前 Kia 还有什么 Rio， 你们知不知道？绿油不是 NA 片系列绿油哦，以前 Kia 出一台叫绿油，你现在路上几乎你看不到。Matisse 是韩国车，是 Matisse 最新出到2006，你现在路上能见度怎样？非常低。熊猫车出到2010年、2011年、2012年都有熊猫车在卖，请问现在路上有没有？很少。你看我们2011年的Yaris还要二十几万，2011年的 Fiesta 还要二十几万。然后有的车已经报废了，你跟我讲为什么？已经看不到了，为什么？被淘汰了啊！我修理啊，修理个假戏啊！你假设你的车还有残值很好开的状况之下，你会去把它报废吗？不会嘛，你会继续开嘛？甚至你在卖人家的时候，你会说：“哎，我掐个旧车，卖太低我也不要。”所以它会一直活下来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些车冷门车系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没那么大的品牌，哈、哦，淘汰的很快。这感觉就跟这个美国的女孩子啊，20岁看起来就像30岁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人家说那个外国的女孩子衰老的比较快，你看超嘛，不是就是他们比较勤奋呐、啊。哦，所以很多人问说，小师你为什么不卖什么车？你为什么不卖什么车？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我觉得这种车的淘汰的速度就是会比别人来的快。啊，其实还有一台车，我也不常拿出来讲，但是我也不太卖，叫做 Mondeo。你现在路上你也很难看得到2013年之前的 Mondeo， 更不要说前一代的 Mitsubishi 也是出到2005年、欸，那不算旧、欸。2005年的 Artis 雅阁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还在卖。然后这个马六，我们也还在卖。Mitsubishi 有吗？2005年 Mitsubishi 你在路上看到几台？少。为什么他淘汰的比人家快？为什么他残值比人家低？为什么别人都还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？你们自己去想啊，不要说啊，小师你都危言耸听啊，说什么车烂啊，韩国车烂啊，什么车烂，
你们自己去观察，为什么这些车永远都淘汰比人家早？为什么？所以很多时候，像丽问我说：“福斯呢？你看哪个车款？你自己在路上观察，你想要知道的福斯的哪一款车？你看路上几年了，它还活着，还是几年了已经看不到了，已经消失了？想买福特士D，哪一台妥善率比较佳？欸，其实我都很建议一件事情，如果说你想买 1.6 的 3.5 代左右的四门的 Focus，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想买 S-Core 1.5 的那个 S-Core。 第一个，它变速箱不是双离合器，第二个，它的配备还不错，什么天窗影音啊，还有盲点吗，我也忘了，主要是它的空间比 Focus 大。好啦，十点嘛，哎呀，哇，快乐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，我就下班了，哈哈。对啊 ,1.5 的啊。你如果是要买 1.6 自然吸气的，我觉得你不如去选 S-Core。可是 S-Core 其实市场蛮不多的。但是你如果回来会想要改东改西，哦，那你买 Focus 也不错。你真的会想跑快的话，真的双离合器比较快。晚安啊，大家晚安啊，早点嘛，下课啊。大家晚安。拜拜。